我现在要去跟我朋友吃饭。现在好像可以过哎，看一下。23，还没到，我刚刚以为到了，这边停一下。好热哦。
到了，你看到吗？就这边。我进去等他来，再等一下。哪一位吗？两位。两位啊，有人来了吗？另外一个还没来，他45分会走过来，他在附近而已。是哦。嗯。这是美女，你们两位吗？对。谢谢。你们两位坐哪里？我坐这边吗？好，谢谢。散发香味，你看我们的晚餐，晚餐，我刚刚要讲午餐，我也呆滞了，这很好玩哦。我会剪啊，我会把你的用。我要回家了，继续走路，才刚吃饱而已。